快点啊！大冬天的，你不让俺睡觉就算了，还这么早就把俺叫起来。咱们可是答应了大家，今天要早点去帮忙布置会场的。好冷呀！你看呀，俺的手都被蜂蜜给冻住了。俺不走了，俺要回家。哎，好吧，不过俺可听说今天吉吉要给大家带好吃的呀，那俺自己去好了。哎，熊大，你等等呀，俺也一起吃。俺最喜欢布置会场了。光头强，站住！冬眠假期刚刚结束，我还有点糊涂。在头顶把森林叫醒，春天空气让我很舒服。天上太阳已红扑扑，看起来很模糊。远处山坡有几棵小树，去年冬眠前我没记住。清早上，江湖边，喝着露水，靠着树，抬起头，要过年啦！加快我长大的脚步，吹口哨，唱着歌，摇摇晃晃找到路。大脑袋，大眼睛，长大的我还有点想哭。好，走，慢点儿，走。又送完了一批木头，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啷个啷个哩个啷，谁呀？该不会又是李老板吧？喂，谁呀？嘿，强子，我是妈。是我妈？妈，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？没啥事儿，就问你呀，今年啥时候回来过年呢？过年？妈，你先等等啊，我待会儿再给你打过去。今天是几号来着？今天是12月30号，离过年只剩一个月了。一个月？那也就是说，我是有足够的时间买车票和年货的。时间过得真是快呀！喂，妈。强子，你到底啥时候回来过年呢？妈，您放心，今年过年的票我一定赶紧订好，保证按时回家。这次回家，儿子一定给您二老买好多好多年货呢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儿子有出息了。我和你爸呀，在家等你回来。那个长途电话贵，我先挂了哦。买车票的钱是有了，但买年货的钱还得等李老板发工资呀。我得赶紧把活干完。好，就这样，年关砍树计划继续进行。光头强，光头强，年末了还出来砍树，俺看你是不想过年了。就是因为要顺利过个好年，所以我必须砍树。今天你们谁也阻止不了我强哥。岂有此理，熊二。看我的！给我放手！快放手！放不放手？快放开！放手吧！熊二，你给我放开！放开！光头强，看你往哪儿跑！秀蛋，走啊，把雪橇停下来。好嘞。拉呀，一把呀！
幸亏没事。你怎么还在呀？光头强，站住！喂，光头强，你敢站住？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木头都齐了，把这些给到李老板，就有钱买年货了。看到没？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你好啊，李老板。光头强啊，那个。放心吧，李老板，木头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明天准时交货。对了，李老板，你看什么时候把工钱给我结了？这就要过年了，我好买些年货啊。光头强啊，先别说这个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那就先听好消息吧。好消息就是你马上会得到一箱纯棉优质 T 恤，全部白送，不要钱。真的？没错。耶、yeah! ！不过还有个坏消息呢。坏消息？坏消息嘛，就是你失忆了。李老板，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谁在跟你开玩笑啊？可是怎么就突然？你先听我说，最近啊，你也懂的。受到西伯利亚金融危机和东南亚寒流影响啊，总之公司没钱了，必须裁员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为人慷慨仗义，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。慷慨仗义？光头强，扣光你工资！李老板，我光头强跟你砍了十几年的树，风吹日晒的不说，还有提心吊胆的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眼看就要过年了，你不能说开就开呀。再说。工钱还没结呢。工钱？那箱衣服不就是给你的工钱吗？什么？李老板，光头强，你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，别跟我扯那些老黄历了。这烦着呢。就这么定了。我，没了我，看谁还会这么卖力的给你砍木头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已经找到其他代替你的人了。一，他不抱怨。二，他比你能砍木头。三，他还不需要工资。就凭这三点，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。我就这样失业了。眼看就要过年了，突然告诉我失业，这算哪门子的事嘛？工钱也不给，我这可怎么买年货？怎么回家过年啊？封条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李老板，喂，光头强，
我是李老板，您是不是改变主意了？有件事儿忘跟你说了，这森林里的房子、仓库还有车子，都是我出钱盖地买的。既然你离职了，现在统统都是我的了。那我怎么办？当然了，我为人慷慨，房子就先让你住到年底，里面的东西可不准损坏哟。可是，李老板，再见。喂喂，李老板。岂有此理！这个李老板简直就是山里麻花嘛！这些明明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。哎，这是什么？T 恤衫？难道？好你个李老板，用这些 T 恤就想抵我工钱，真是太欺负人了！没有工钱就没办法买年货，看来只能试试去卖掉这批 T 恤了。把南瓜放到笨笨那儿去。好的，我把水果放在这边了。好嘞，我正要。哎，图图，放在这边。好嘞。熊二，我来帮你。谢谢哈。耶，好嘞。哎呀，好了，都布置的差不多了啊，今天辛苦各位了。奇怪。怎么不见吉吉他们？是啊，哎呀，肯定不知道又跑哪儿偷懒去了。吉吉国王，我们不去干活，真的没事吗？让他们干去吧。去年本王已经很辛苦了，今年要休息一下。什么情况？哎呀！吉吉国王，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地震了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什么情况啊？熊大！不是吧？哎呀，这咋会这样呀？这十有八九是光头强干的，是他干的，咱们得好好惩罚他一下。对，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快又来破坏森林了，上次真不该让他给跑了。各位，目前咱们最重要的是加强防范，不能让光头强再有可乘之机。熊二，咱们找光头强去。好嘞。卖 T 恤嘞 ，T 恤减价大甩卖喽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，看一看，瞧一瞧嘞！哎，帅哥，别走啊，来看看嘛。都半天了，一件 T 恤也没卖出去，卖不出去就换不来钱，没钱就没法买年货。哎，这是？哎，欢迎欢迎，这是今年最新款的 T 恤啊，来看看这件。我试穿一下啊，T 恤上面两朵花，别人当你企业家，这件领口一条疤，设计绝对顶呱呱。这，哎呀，你没事吧？大冬天的卖短袖。山外青山楼外楼，强哥的 T 恤超一流，不沾泥来不沾油，你要是错过就心里愁，心里愁。咚咚咚大，咚咚咚大，金黄稻子油菜花，强哥的 T 恤顶呱呱，你懂行就把它带回家，你老婆一定会把你夸。夸什么呢？咚咚咚大，咚咚咚大，说你识货会持家，会持家。哎呀，搞不好这人脑子有问题，快走快走，离他远点。哎，别走啊！你要真要买的话，我给你便宜3毛钱。
到头来还是一件都卖不出去，这年货可怎么办呢？看来得找个工作才行啊。喂，你好，我是之前投过简历的光头强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我。学历？我小学三年级就毕业了。什么？清洁工也要本科学历啊？不是吧，你们找个护林员身高必须1.8米？当个保安都要懂5国语言？有没有搞错呀？英语不过8级不能当司机？要大学刚毕业的，只要女的？强哥，我就不信找不到工作。招聘画师，年薪过万。搞定！没工作，没饭吃，还没钱买年货。喂，谁啊？喂，光头强吗？对，我是。我们聘用你为临时护林员了。真的？你们不是要身高1.8米的吗？哎呀，大过年的也没几个人应聘，矮个子里挑了个高的就是你了。你赶紧找个地方体检。我有工作了。带着体检。我有工作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光头强就是一名护林员了。我光头强就是一名护林员了。咦？心醉的纹理。这迷人的木香，只要看护好这片森林，就能赚钱回家给爸妈买年货了。哦耶！哇，好大的一颗云山呐！熊大，光头强终于出现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棵树肯定值不少钱。啊，他要动手了，看俺咋阻止他。真可惜，差点忘了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伐木工了，而是护林员。我要改掉见树就砍的毛病了。云杉108棵。大树啊，大树，现在我的职责就是保护你了。光头强今天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啊。俺才不管你，他毁了这么大一片林子，今天俺非惩罚惩罚他不可。熊二，先别急，咱们跟踪他看看情况。三月里来是新年儿啊，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，都把新衣服穿呐、啊！哎呀，哇，新长出来的小树苗，以前怎么都没注意呀、啊？哎，居然有枯枝！啊、哦，让我看一看啊。原来枯枝会影响其他枝条的生长啊！幸好我有园丁小帮手。啊！看呐，光头强居然连小树苗都不放过。
头强！小熊熊，呀！熊二，你听我解释啊，熊二，不可饶恕！护林员？熊蛋，光头强当上护林员了，还有工作证呢。嗯，走，把他带上。跟俺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事态严重，一定要向上级汇报。我的个乖乖呀、啊，好帅的切口啊！我天哪，这简直就是鬼斧神工啊！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棒的刀口。哎呀，光头强，这片林子到底是不是你砍的？快说，你这个森林公敌！不，绝对不是我干的。首先，我已经不是伐木工了。另外，你们瞧，这树墩这么大，一看就是用超大号的金刚锯切割的。像我这种绝世高手都干不了这事儿。还有，你们看这个，这是现场唯一留下的一根木头，树心都被白蚁咬坏了，所以肇事者就无情地把它丢弃在这儿。按我以往的习惯，是绝对不会扔掉它的。你们再来看看这两个抓痕，从专业的角度分析，一定是肇事者使用了某种机械臂来搬运木头所留下来的。这个事情我根本无法扳倒。熊大，他好像说的挺有道理的。光头强，这真不是你干的？绝对不是，我向你们保证，身为护林员，我光头强一定要把肇事者给抓住。这眼神蛮坚定的啊，看来好像真的不是他干的呀。光头强，俺们暂且相信你吧，作为护林员，你一定要好好保护这片森林呐。你们就放心吧。哦，我有个提议，要不我们一起保护森林。哎，好，这提议不错，就这么办。熊大熊二，你们把我们都叫来什么事儿啊？对呀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跟咱们一起保护森林的朋友。当，嗨，大家好。光头强，不要怕不要怕，各位，光头强现在是护林员了，他不砍树了。护林员他还会跟俺们一起保护森林呢，是不是呀？是，太好了，欢迎光头强。现在咱们要齐心合力保护森林。好，原形毕露了吧？不准偷吃！就让俺尝点蜂蜜。有棍子要个尝啊！好吃懒做，
哎，猫猫，小心一点。就搭好了。好嘞。光头强。好嘞。你们知道吗？有了电视机，过年就可以看春节晚会了，跟全国人民一起过年，当然还可以看《熊出没》哦。耶！一起过年，看《熊出没》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咋了，嘟嘟？有人砍树。这，砍树的人终于出现了，让他瞧瞧俺们的厉害！瞧瞧我们的厉害！哼。我还没说完呢，那可是个大家伙，大家更要小心呢。哼，终于出现了。这么多树了，竟敢在本王的这到底是啥？怪物啊！原来就是这个怪物在砍树呀，还把俺给绊倒了。看咱惩罚你。哎，熊二，熊二，先别冲动啊，咱们先跟他谈谈看啊。哎呀，有啥好谈的嘛，这不就一堆铁块吗？让我来。不明人类，不明人类。光头强，前面的伐木机器给我听着，我是森林的护林员，这里是禁止砍伐树木的，给我速速离开。立即清除障碍。我强哥身手敏捷，想抓我还早。这就是强出头的后果，快走吧。救命呀，兄弟，现在咋办呀？俺哪知道啊，这马上要被追上了，你快想想办法呀。分头跑，快。救命！砍本王的树，还打伤本王的子民，本王跟你拼了！毛毛上！嗨！我打！是奇迹！哎呀，得赶快去帮忙啊！熊二呢？熊二下面！哎！呀！本王是不敢。保护森林，熊熊有责！还有我，强哥来也！障碍已清除。这究竟是啥怪物呀？一定要想办法制止他，不然森林就被毁了。砍树贼，别跑！别跑！哎呦，好疼啊！真是可怜了我这张 F 帅的脸。哎呦，好疼好疼啊！哦，我的腰啊！哎呀呀呀！
谁呀、啊？光头强，怎么回事啊？最近森林乱砍乱伐现象这么严重，你这个护林员是怎么当的？领导，您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了，你的试用期到此为止，我们不会再用你了。这，可是试用期的工资我们已经打到你卡上了。工资？再见。哎，可是领导，关于机器人盗伐的事，机器人的事怎么办呢？哎，领导，有个机器人。妈，是我妈。妈，是您啊。强子，你啥时候回来呀？我和你爸准备了你爱吃的菜，老多了。妈，您放心，我肯定提前回来。好嘞，那行，我先挂了。有了工钱，我光头强终于可以买年货了。等的那个等啊，等个那个等。买年货去喽！差点把机器人的事给忘了，得赶紧去阻止他。可是，爸妈还等着我回家过年呢。还是回家要紧。光头强，哎，不在，去卧室看看。机器国王，请。光头强，俺们的作战计划，这光头强跑哪儿去了？这个胆小鬼肯定是跑了。不可能，光头强昨天还跟我们一起保护森林来着。可话说回来，光头强毕竟是人类，而且他原来还是伐木工。光头强不来，俺们就自己去阻止机器人，俺们一起保护森林。好。不紧张，不紧张，不紧张。喂，他来了！机器国王，目标出现了。好。熊二，准备行动。等等呀！过来了，哼，让你尝尝我隐形地动阵的厉害！成功了。测到不明坑洞，启动血泡喷气系统。报告机器国王，萝卜头任务失败。关键时刻还得看本王啊！机器国王威武！机器人，接受本王正义的惩罚吧！机器国王，你没扔中！看什么呀？快扔啊！危险警报！启动防御模式！快趴下！机器国王，机器他们失败了。兄弟，这样真的可以吗？俺是一头大狗熊，大狗熊，大狗熊，俺是一头大狗熊，大狗熊。目标行为诡异。目标行为无法确认。来
哎呀，嘿，再拉紧点儿。不，哎呀，耶！看你这次怎么办？哎呀，奇奇国王，我要保卫奇奇国王。休啊！绳子扔过来。好，接着。血炮准备完毕。我回来啦！北部走了。我也许再也不回来了。好冷啊！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。再见了，我的伐木小屋。啊！
强。郭东强，小心！我们接住你！光头强，不是说接住我吗？光头强，你好厉害啊！光头强，你太帅了！我们还以为你跑了。主角当然是最后登场了。现在是我们反击的时候了。好。救命啊！熊大熊二，熊大，咋办呀？大块头，来，看招！耶！我的年货还真管用，但是，豁出去了。酒、大米啊，咸鱼，没搞错吧？食用油。这年糕是要给我吃的吗？我的年货。各位，我们要进行年货大作战。来，我们这样，快走！让你看看我萝卜头的厉害！吼！哎，看招！朋友们，年货大反击！哇！吃年糕吧！吉吉国王，我们敲开了一颗螺丝钉啊！真的？小大，多倒点吧。我的高粱酒，还有我的东北大米，给我留点啊！快跑！姐姐我姐姐姐姐小心呐、趴下吉吉，吉吉，你没事吧？吉吉，本王怎么会有事呢？光头强，光头强，这是太棒了！胜利了！
我的年货。光头强，你真是太棒了！你是大英雄，没错，你是俺们的大英雄。走，走，来点音乐，来，咱们跳起来！年货没了，如今只能两手空空回家过年了。对了，大家说今天要来送我的。离别的场景太煽情，太肉麻了。我强哥还是默默地离开好了。嗯，就这样。好了。你开心的，哎呀大家给我准备的年货还真是不少呢。好了，咱们去找光头强吧。谢谢大家。哎，不在厨房，那肯定就在卧室。光头强，光头强人呢？光头强，光头强，你还不出来接见本王？哟，光头强在那儿。哎，他在哪儿呢？哎呀！再见了，大家。光头强！光头强！